永艳，你去下面那个三级吧，我跟你一块去。好好好。然后那个天海也快来，然后其他人去那个去右边那个三级。去人，对，你们去人。其他人去，永艳去右边三级，来走到小林。永艳去。走，没点名的，反正去人啊，没点名的去人字那边。速度。妈逼的，二级点这么多人，右边没压力吧？右边三级没压力吧？不对就跑，不对你们去点阵，二级点的你去点阵，三级点太多了。对，来下面三级站往左边，你们起火去天地这极地啊，去大点极地啊，大点极地，来大点极地风，赶紧来，打完极地去击人，来拉回那个右边三级，对，右边三级，他们能拉去下面了，右边三级分几个人站一下就行，然后下面可以去人。那个永艳，你跟我去下面。没有，我在打二级点，二级点，左边能站下来，没人来。对，左边应该能站下来，然后他们现在右边站下来，分几个人去站那个右边就行，剩下的去那个下面站。右边来了，没有几条。九五在右边。下面三级来了，下面三级进人，他们下面三级八秒独条。我们在右边，我看下面那个守住吧，下面能守住，这波结构能打吧？你们去看一下。然后拉一下去那个左边三级，下面现在能守住，不用来下面了。左边守住。九五在下面。九五来下面了。没事。守得住。下面守不住了，我靠，人好多啊！那再滚，抢回来，把下面抢。左边的二级点，来站一下，走，下面能站了，去左边，左边三级，下面稳。左边三级，左边二级点来两个人站一点，左边二级点来两个人站下点。左边三级他们独挑，给他们站下来了，简单拿回来就行。我们把左边拿回来。左边三级。左边去右边，我他妈没飞，右边，赶紧在右边点。右边，然后上面的二级点，上方的二级点，去左边的二级点，走，那个左边站下来，去下面三级，下面三级，下面三级，来来来。
下面的选，下面再选，下面再选。好，下面再下面三点可以去找了啊，下面三点去找。找完下面的是右边三点，右边三点，右边的三点啊。OK， 下面六秒。有船的可以直接先走，有船的可以直接先走。打左边那几点，把左边那几点打下来，把左边的那几点打下来，把左边的那几点打下来。右边三级应该也能拿了，现在那个去左边，去左边，左边三级。左边那几点打下来，来人拿左边那几点，来拿左边那几点，把左边那几点拿下来。左边的大点来呀！下面三级，左边的，下面三级他们开始抢了。左边上面来，左边那两，左边那两，来左边那个，左边那两，左边那两，来左边那两开始抢。走，下面三级，左边应该能拿，左边能拿。然后那个有船的现在过来下面三级。下面三级，下面三级，来，下面三级，下面三级，还差两个大点就可以了。下面三级啊，打完下面的去右边，打完下面的去右边，打完下面的去右边，打完下面的直接右边，打完下面直接去右边。有船直接走，有船直接船走，下面五个。直接往右边走。来，走右边。右边右边的，来，左边的右边，左边的来，右边。差了一千分。还差把右边三级点拿下来就行了。右边三级点进人，直接右边三级点，十秒。进来，把右边三级上下来就行了。所有人在右边，来，七秒，6秒，5秒，九五在右边，赶紧。没事，九五你的。你了，牛逼。哎呀，干嘛了？奇怪，没打，我操。真牛逼，我操。牛逼。